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丽。酿酒的材料都准备差不多了，还少一辆重要的材料。今天来这加工厂买一点稻谷壳。来，这上面都是，就是这种了，加工完成为大米后剩下的东西了。这些还有好多。新的锅炉也到了，今天来调试一下。这个是自动进水的，比较方便一些。刚刚试了一下高度，这个针筒再加天锅，这天锅太高了，拿下来不方便，所以决定把这个腿给它锯断。这三个已经结好了。还是蛮轻的，这个弄完瞬间变成小短腿了。这个防止漏气的，刚打开一看热气就上来了，真的很快啊。这里还少一根皮管，到时候可以放水的，这里先用布塞一下。还不是很紧实，可能还是要用东西把它塞一下。现在让它留一会儿的话，那里面的脏东西就可以先流掉，相当于是先消毒了。能到时候酒的话可以直接喝了，会干净一些。它这个机器是半自动的，效果还不错。大家自动进水，这里也是自动了，还是挺满意的。到时候我爸也要来，等我家烧完之后再给我爸烧。9号会直播刷这个酒，大家可以来观看哦，到时候微信上送酒哟。